想玩埋曼谷近郊，唔少人都会去埋大城玩个两日一夜。作为泰国古王朝嘅首都，呢、这个古城充满历史氛围，可以游览多地古庙佛寺之余，仲可以住埋全新型格 hostel。但不得不提，大城仲有两大美食名物。嚟到大城，另一样最出名嘅嘢咧，就系要食呢度嘅河虾啦。唔知点解咧，呢度嘅河虾特别大只噶，你睇下。呢间餐厅以专食河虾出名，提供唔同大小嘅河虾，由250到700g都有。哇！佢呢个真系烧得啱啱好啊，食落咧好爽口弹牙，仲有阵炭香味，再加埋佢呢个虾膏真系不得了，又十分之 creamy 啊！另外亦有唔同嘅泰式小菜，几抵食噶。食嗰阵仲可以睇埋夕阳河景，更加开胃好味。嚟到大城一定要食薯面啊！不过咁大碗嘅薯面我都第一次见咋，哇！呢碗巨型薯面好足料，有猪里脊、猪肉丸等等配料，汤底即以猪骨、黑蒜油同多款中药熬制，又浓又鲜。另外有三款面底，分开另上，唔怕浸淋啲面条。如果唔大食，亦有普通嘅薯面，加上呢家餐厅设有河边网床，嘢食好味之余，亦好有话题性。之后有机会就嚟大城食翻够本。